香港九位民主派人士2019年参与民政发起的818百万人游行，事后被指控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全案今天裁决，曝光了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还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等七人，罪名都成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向国会提出报告，认定香港不再拥有高度自治，不应该再享有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多位民主派人士在大批民众和团体的声援下进入法院听庭，却得到令他们失望的结果。由于参与2019年民政发起的818香港反送中游行，被指控组织以及参与未经批准游行，依靠法院是裁决，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立法会前议员吴霭仪、梁国雄、李卓人、何秀兰以及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等七人，两项罪名都成立。我哋行使我哋嘅憲法遊行嘅權利，尤其係我哋好多次根本警方禁制遊行本身就係違憲。被認定有罪的名單中，剛獲得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受到香港社會和國際關注。80多歲的李柱銘，大半生投入民主运动，被香港视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却曾被中国官媒点名是祸港乱港头目，如今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冠上了罪名。这个可能性不嬲都认定咗噶啦，咁我哋研究下睇下系咪上诉咯。OK。香港警察。抗议港警对示威者滥用暴力以及争取五大诉求。民政在2019年8月发起的维园游行，超过百万人上街。民主党人士认为，这一次集会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会让未来港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更加紧缩。面对香港局势，在中国从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大动作逮捕民主党人士，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修订香港选制，民主空间一再限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向国会提出报告，认定香港不再拥有高度自治，不应再享有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We submitted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to Congress and certifi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warrant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PRC under U.S. law because of the PRC and Hong Kong actions taken to dismantle Hong Kong's autonomy。布林肯在报告中直指中国持续破坏香港自由民主，甚至是香港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并对二次延后的立法会选举感到忧心，呼吁中国要遵守国际义务和承诺，停止对香港民主和法治的打压。记者蔡慧玲、郭俊霖综合报道。